下面有话说，他们要让前任垂心肝。你莫想起某一个人心情又不好，真的还好。嘴硬，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以前嫌我胸部小，现在老娘大到爆。就是觉得你胸部不够大，这样吗？他都有讲，就是胸部的问题。这不是就太伤人了？当你的男友让你觉得怎么样受不了？他是无时无刻都要。女生有时候对男生这样，男生也受不了。那想跟前男友讲。耶，叶翔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干嘛干嘛？我想起某一个人，心情又不好。哎呀，怎么啦？你想起谁？没有啦。老师会不会 Q 下台？有些感情上困扰。哎呀，但是没关系。走不出。您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走不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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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要解决，那就不要出来。好了，是啦，求了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好了，这段是重录是？没有了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们找了男生帮你解决，不是啦，不是确定，我们找了一些安慰我，我有在做，我们帮你找了一些跟一些天使的这种困扰的女生，哎呦，他们也是这样，他们怎么了？情商，他们走出来了，然后呢？然后他们来教你怎么样走出来，所以让我今天让我走出。出来，对，不是让你出来，不是让你走出来，走出来，不是让你出来比较简单啊，走出来比较难，要几个守护天使，今天就是为了你做的主题，哇，为我的，好，对啊，太棒了，那真的走不出来，最伤的点是哪一点？你就讲真的吗？真的还好，嘴硬，怎么样？好了，我问你啊，就从以前到现在，就让你难过最久，大概会难过多久？一年吧，一年。高中的时候，对，很年轻的时候，是初恋的时候吗？还是没有初恋，但是差不多20出头的时候。20出头，那时候我们分手没多久，大概2个月，那个女生直接怀孕，跟这个男生结婚。哇操！你那方面有问题吗？那大概就是在现在这个爱情漩涡里面最久的一次是多久？最久一次哦，3年哦，痛苦3年，真的是痛苦3年，想到就难过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劈腿啊。哦，那都是哦，劈腿就代表着你性没有办法满足他。个性，对个性，我刚吞字，对，三国三言八，把个都吞掉了，太难过了。没有，因为那个是我们在很青涩的时候，就是大家还在那种青梅竹马，我们是大学的，现在很青涩了。大学，然后他跟学长在一起这种事情，他先跟你在一起，他跟你在一起多久？哦，3年，然后就跟高中就在一起了。哇塞！然后等到我们大学的时候，他跟学长在一起，一进大学就在一起。我说就是你，对，怎么发？你一进去就在一起了？不是，导播刚好跳掉。我说就是你，对。你现在还在计较？你怎么发现？因为他生日，同一个大学吗？你们？不同大学，他生日，然后我去他大学找他，他正在播，你一定是没有跟他讲，对不对？给他惊喜。对，哇，这个不行，呆子，太危险了。然后我就开着车，我从台北开到台中哦，然后一路杀下去，就想说带了一个蛋糕，然后还很怕一路上怕把这个蛋糕弄坏，你知道吗？送到他家，我发现他怎么不在？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，就是像现在那么多那种通讯软体，有没有？就打电话给他，怎么打都不接，不接，绝对这绝对不会接的，不会接，你打100通他都不会接。然后我在他门口等他，然后我想说，无论如何我今天晚上会等到你，要把这个蛋糕送给他。对啊，不然蛋糕快坏了。不是，我后来就在门口吃蛋糕，一个人吃完了，不是太饿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就在等他嘛，然后。后来他接了一通电话，但是我一听到接到这通电话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怎么了呢？他那种神色慌张，他说：“今天有人帮我庆生，我先忙，挂就挂掉了，完了。”然后我就在门口等到3点钟，哇塞，清晨3点，痴情。然后就后来他就回了一个电话给我，你可以就说：“对，对。”康生怎么知道啊？我也讲过，他真的就这样讲，他就说你回去吧。我说你生日我就是来帮你庆生的。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个事情。我是蛋糕，学长是蜡烛。
哎，对，咖啡茶，被晋升的了。然后他当天就跟学长回家了。不留给你情面的。然后我那天的难过是哦，我当下太震惊了。然后我上了车之后，我发动，我车速越开越快，越开越快，然后眼泪就一直流，你知道吗？眼泪往后飘。电影哇，你是怎么玻璃丢掉的？你天天把玻璃都弄掉，你头发风好大，眼泪一直往后流，好干啊，头发开始掉，妈的掉发没那么大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掉发是这四年的事情。哦，他是一个白发是掉发。是啊，要可能最痛过最久多久？前三段感情都是被劈腿，但我初恋就被劈腿，这让我痛超久。高一的时候被劈腿，然后一直到我当兵，我的同学收到我初恋女友的那个喜帖，他传给我看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没有收到，哎。我说那你传给我看，我想去他结婚的那个地方。我们分手是我没有跟他讲，就是我知道他跟别的男生在一起后，我就不接他的电话，所以他连跟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对呀，啊，他本来想脚踏两条船就没踏到，恨。然后一直这件事一直纠结，我心里面放在心里面纠结了很久，甚至这中间十年的过程，我都还有把他写给我的卡片礼物翻开来看。就是，哦，那个不能看，就在晚上，你知道，就在晚上，那個，很翻腾的。对，在晚上的时候，就他上面写着，千万不要让现在女朋友看到。没有，那个东西放在那个球鞋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那个球鞋的一代、二代，然后是这样，第一任、第二任这样。哇塞，他现在七十几代，球鞋三十代。那个东西我到现在还留着。然后，因为我都在当兵，往成功里的路上，就在那个路上就会经过他结婚的地方。我就他结婚的前一天，我要回部队。我就骑着摩托车到那个地方，然后他都布置好了，然后都没有人，我就走进去，就是原来这就是我初恋女友要结婚的地方。哇塞，好痴情！那你有去破坏吗？没有，你就躲在那边躲一天啊。不行啊，要回部队了。出来，然后就乱啊。就失恋，就是人生必经的路程。当然，有少部分人可能初恋，然后就结婚，然后就幸福美满一辈子，也有这种人。嗯，对。但就是说，大部分人都会经历失恋这件事情。是。那失恋之后呢，就走两条路。有的人就往坏走，啊，就是颓废，喝酒，啊，不伤害自己，不爱自己了。另外一种会变得更爱自己，把自己弄得更好，哎，然后期待着更好的将来。嗯，这个是正面，这是正确，是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这一票呢，都是走那种正面的复仇。哦，吓我一跳，正面的复仇。对对对，来，首先第一位，请问一下，哎，你要对前男友吼什么嘞？以前嫌我松垮垮。现在我让你一拳垮！哇，不是，你要干嘛？你丢高，你死一拳垮！哇，这个也太可怕了吧！太凶了！让你一拳垮！哇，那鸡鸡也太壮了吧，鸡鸡！哇！哇！好，不是，拿一条链子把它拴起来。鸡鸡，不要这样！鸡鸡，没有没有这样，鸡鸡怎么壮成这样？这个是练很久啊，深蹲一下。这个是确定往对面的方向走。你蹲下去的时候，膝盖有 BX， 一直挠下，因为我今天练腿。等一下，这个是确定往对的方向走的。是啊，为什么不是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是因为你个性的关系？哦，没有，晋升让我们个性更开朗。基基以前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，因为他穿的衣服，我们不会觉得他这么都盖住，对，都包紧。对对对对。有一集是翘臀，欸，他好 fit 哦，厉害，你练得很强，真的很好。因为他的 IG 都有他那个，真的，哦，你有他的 IG。他常有，我也有他们的 IG 啊，我都有follow。对啊，我们都是名人，我很常。你告诉他呢？不是，那请问一下，你当初前男友怎么样伤你的，啊？那时候就这个黑历史松垮垮嘛，那时候体质很高，就体质比较肥，他就是嫌我身材肉肉的，他就去很爱玩交友软体。嗯，那时候就有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大概什么时候？那时候已经3年4年前了吧？他同时交了3个女朋友。对，然后他的朋友因为那个辗转告诉我说我可能是第4个这样子，反正就是觉得很难过啊。后来我就是偷偷去查，就是偷偷去做功课啊。然后发现可能是事实，我就很伤心。那你就跟他摊牌吗？还是一定，我想最多一个人。可是这个时候不能，你默默离开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没有不能离开，要成为最后那一个。对，你压垮前面那3个，你就是正宫。反而是他自己离开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他吃不消，他就把我封锁啊什么的都来，然后就是我就人间消失啊，对对对，哎呦这糟糕，蒸发了。难过多久？当时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间，然后我就。我就发现，哎呦，心情越来越好了。你是来夜配的吧？你真的啦，变身心情会变好。尤其是流汗完吧。对。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，健身这件事是这样，要出门的时候是最难，痛苦。对。但是呢，当你健完身回去的时候，每每都会想到，好险今天有去。对。如果没去的话，真的会后悔。对，心情很好。对不对？就弄完以后就脑内啡，一站出来就哇，那个脑晴空万里一样。第一个化学，你这样子健这样多久？健多久？还有这样今天的健这样子，大概认真起来有两快三年。认真的话啦，但是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修过一些重训课，体育零学分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练几天？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六天。哈，几乎每一天在健身房。他这个比我上次没有一次才一小时，更壮，又更壮，更越来越知道，一拳让他呆了。他体质很低，我不会乱打人呐。对啊，他不会，根本你自己大家选他。铁做的男人，中了，钢铁男人。好痛，好痛！他不敢出全力。哎，你这么壮，会不会男生粉丝离开或是什么？哦，我告诉你，这一个反而更多。哦，不是，你现在有在网络上卖东西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。包鬼，没有卖东西，没有业绩。放起来，不是，没有，就是这没有。你变这样，可是你有常常展示你的身材？我会拍，会录影，录我今天日常。今天比如说练腿，就练拍个腿部日常。嗯，因为早起的时候穿个性感的小内裤，拍个腹肌。哇，太低！好，你冷静。有些女生也会，可以再拉一点。可是我增加的一半，就是以上都是肌肉猛男，就是以年轻的爱健身的。对，然后反而增加更多的是女生。部分的想要像你这样的，对，因为他臀型现在越练越好。哎，这真的是可以练出来，知道。他们是不是问你很多关于健身的问题？对，很多人会问，然后女生会这样问：吃什么饮食怎么控制啊？或者是一天几？哎，其实像我们练健身推举久了以后，这个胸部都会这样动，对不对？你说胸部会？会，我胸大肌也有练。真的假的？有，你看，你可以先露出来再。哦，哎，好屌，好屌，哎！而且他有胸肌，然后他还是有胸部，哎。对，因为很怕那种练完就会变小，以前其实蛮大的，以前。现在变杂，因为变结实，脂肪不见了。膨起来的是胸肌，自己的触感会有差，对不对？就是自己真的。那我们的触感会不会差呢？确认一下，外面是软的，里面是硬的。哦，胸肌是结实的，有充血。不信的举手。是，那你出门走在路上，因为有些男生只要有人一碰到他胸口，他就自然会用力，你会吗？对啊，就是。不然你请康哥，放松的时候是软的，放松时候软的，是吗？真的啦！啊，你不要生气嘛。不过，那你现在一天一个礼拜练六天，差不多。如果不忙的话，如果这礼拜，但是万一有工作让你不能去的话，你会很痛苦。你知道上礼拜我就车展，我都六点起来，因为九点要到。我六点，因为他们六点健身房就开了，有些还24小时。我六点就在那边运动，到九点再去上班。所以你车展你是展的是肌肉车的。我展的是胸肌，我展胸肌，他是野马啦那种肌肉车，没有，他是测试钣金啊，不会坏。哎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台车底盘非常厉害，请看，有没有很厉害的？咣！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现在变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么壮啊，哈，这么好看，这么健美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会要求你男友跟你一样？我不会要求。那你会希望？我也。不会特别希望，但是我会带着他一起往前。那张立忠，你觉得可以？我会带着他一起往前进。那丰田可以吗？不能看向生命的尽头。丰田，丰田可以啊，蛮高的，我蛮喜欢高的。你喜欢高的？高的是有。耀成也蛮高的啊。耀成，他有我发现，有他坐着我就觉得很高。身材蛮好的，其实大凯不高，你知道。
看得出来。三高啊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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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高，还有三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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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。我血压很高哦。OK， 弹子比较高。哎，今天他示范健腹器，健腹，健腹轮，来来来，健腹器，不是可以拿出来吗？这个很少女生会拿出来做的。随身携带，这个应该一下都做不起来。弹力带也是，弹力带，弹力带很好用。先健腹轮，好吧？他好嗨哦。靠在脚这边，这边两个一起用，可以，可以。固定你的腿是对，然后这平常出门也可以套着散步这样子。这样会有点丑啊，这样子就可以练腿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会这样吗？健腹轮，健腹轮的话就是你这个健腹轮，健腹轮就是我们滑的时候用核心肚子出力，然后背稍微的圆背拱起来一点点，因为可能有些人弄出去的话，他可能是在用肩膀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处理， okay， 但是健腹错误的地方处理，对对对，我们就微微的这样，手要打直吗？哦，哇，好强哦！肚一下下，然后再用肚子回来，对，手可以打直。哎，如果你腹肌这么有力，你可以站着试试看吗？站着我没试过，对，但是站着很，因为这个连男生都不会，站着是连男生都不一定做得到的。哇，可以耶！哇，这个厉害呢，好屌哦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哦，需要很大力。那个丰田受不了，丰田高高的，来示范一次。那丰田，你一定要这样做，你才走得出来。你用跪着就好了，你用跪着，跪着我会啊。啊，那个背拱起来，哎，背要拱起来，丰田不错哎，可以啊，不错哎，还跟我戴一样的耳环，你看。再走了。回不来，真的回不来。我跟你讲，张立东又看不下去。立东，做个十下。立东，男生要做十，大概十以上。麦克挂水小，show some respect。傻，这个健腹轮你啊，来。来。一。哦。他也可以。是哦。有人发来来来来来，是哦。这个腰有点凹下去。往前了，你是要去捷运站的？不是，为什么会自动往前？因为你没力了。你要用肚子，你没有 hold 住。这下面用核心，下面都不能动，这个屁股也不能晃。当然会啊，不能晃。康哥，你要固定才有用。我脚膝盖受伤。那你问这个问题，对啊，我觉得你是看不起我，你先，你可以，我就可以。对，去。起来！哎呀！起来！起来！来起来！回来啊！回来！不要你定格，厉害！回来了！刚大凯为我们展示的是第三的部分，有，厉害！腰受伤了，有，最强的应该就是耀成，对，耀成他试一下跟我讲，他这个没有200下他下不了。起跳就是一个技术200下，那他应该很标准的呀。哦，我开玩笑，我膝盖受伤也很久，膝盖跪着跪着跪着，班长哎，哎呦，哇塞，有这样可以吗？你看可以，不要再继续了嘛，你这样搞我很难堪。哦，是哦是哦，厉害。哎，你有在练的？很久没练，要不是我膝盖受伤，我给你们难看。那你有什么话要对前男友讲？我觉得很感谢他当初这样子让我很受伤，才有动力。对，就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你现在如果在路上遇到他，再遇到他，其实无感了哎，无感，当然，因为他半年后又自己回来了。嗯，但是你已经没理他了。对，我已经。就是看别的地方了，对 ，focus 在肯定不在他那了。对，那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有喜欢的男生吗？你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他好怕，不要。有空带着我们丰田去，让他走出去。对，可以带你吗？哎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又没有，你搞笑，我开玩笑，好哎，生气，谢谢，请坐。谢谢。来，第二位，你要跟你前男友讲什么？以前嫌我胸部小，现在老娘大到爆！哦，哎，他不是用手打的哦，刚才他好像不是用手打的哦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是，你自我介绍，请问你是？啊，我是二号来宾Bella。Bella，身高是？170。哇，好高哦。那你的三围是？我只知道我32F。32F。
那之前是32A。C 已经很 OK 啦、啊、，C 他还嫌你小，他是不知道是自己没安全感还是怎么样，走在路上都会就是看别的女生。所以他跟你吵架的时候有曾经这样指明说，我就是觉得你胸部不够大，这样吗？有，我们其实吵架到后来很多次他都有讲，就是胸部的问题。C 已经 OK 了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就是说他有多大嘞？我们阅人无数，我们没有男生呢，就很少有男生吵架会把这件事胸部拿出来，这不行，太伤人了。对啊，就跟人身攻击，就怕人家说，那你自己那个也，哈哈哈。哇，我们就我们没有碰过这种。但是那时候，但是我们姓氏是合的。啊，就是我们，你们都同姓是？你本姓什么？那方面是合的，做起来是白家姓。可是这样很奇怪，那方面合，那方面合，这是很难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这已经那棒，怎么还会嫌你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就是觉得他好像可能真的希望女朋友胸部再大一点。对，但是我们一直这样一直吵架，吵很久，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是限制我的行动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夜上不能，我去哪里他都要载我。我不能自己去，他没有，他没有安全，没有安全感。还有那个，你现在既没有安全感，又要嫌你，这样子不行啊。所以现在，因为这些，就让你分手多久？半年。所以你这个是在半年之内，在半年之内把它练成 F。马上分手就去做。做哇，这练这怎么练呢？多少钱？我是做最新的摩的，摩的啊，现在大概30几万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摩的里面有一个那个可以扫 QR code 的东西？对对对，有一个晶片，扫 QR code 它有一个晶片、啊。为什么你知道？就是你扫了，它会自动出现照片。那个我本来长这样。那没有，它扫完之后，它可以知道你是什么国家生产的。那你怎么那么了解？那时候是 C， 现在是 F。做这样，你理想中的size吗？我那时候就是跟医师说，我要很大大的夸张，就是走在路上，就是会让别人看到的那种。有，那医生说什么？医生那时候说，你确定吗？可是这样你之后会招蜂引蝶哦。就是要招蜂引蝶，开玩笑的。你看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我这不就来了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侧面，侧面，他今天穿这件侧面非常厉害，很猛啊。你侧面给。哎、欸，这衣服在哪里买？虾皮买。请问一下，会在意女孩子胸部大小吗？我会，但是我反而不喜欢太大的。嗯 ，F 就好了。没有，其实我的理想标准里面是 C， 或者是就是 D 就好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大 C 小 D 了。对对，这个是很因为穿什么衣服都刚好，然后也好看。反而就是太大，我觉得你有些。像穿衬衫，你那个衣服一定会完全扣不起。太棒了、啊，爆掉，这里都自己爆开，一直在等，怎么还没开、欸？奇怪，你会在乎吗？我不喜欢女生胸部比我大。哦，那应该就是 F 了。那很简单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女生，啊，浓纤合度它是比例问题啊，你不要搞一个太瘦胸部太大不好、啊。看起来怪怪的。主要不能太瘦。啊、对对对 对, 對，因为太瘦胸部太大太怪。嗯。你看像他这样就 OK 了，对，要会动。好好，冷静。好，那你会在乎吗？你喜欢大的还是小的？我完全不在乎。哦，我只要有 B 就好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你只要女生就有 B 就好，我就罩杯。哦，罩杯。哦，我想说你们讲话越来越粗了。不是，讲的好多又吓到。对啊，用词这样子。B 罩杯。OK， 差不多。东哥，因为我本人是比较传统的，然后我又比较迷信。所以喜欢大的，所以我一直相信有一句话，逢凶化吉，所以我一定要有胸，对，而且要有容乃大，对，有逢凶化吉，凶化。但我也觉得不要太大，但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，你只要有自信了，像她这样做了改变，就是好的、啊。对啊，自己喜欢自己喜欢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size不一样，都要做，那就做到满意啊。不然你如果觉得之后做出来太小，你又想要再换更大，那不是又再多一次手术的痛？请教一下。这个最新的技术触感是不是这个？哦，非常柔软，非常非常好，而且它完全不用按摩。好了，那剪刀石头布了。啊，可以吗？那个用过都说赞。请问什么？用过的用过都就是还有人会问说，哎，所以你的疤痕在哪里？因为我是他是怎么开？就是他现在我是开乳晕的。哦，有几种开法？腋下、胸下缘。没有，我是开乳晕。他从乳晕下缘画一刀，然后塞进。请问全程你是在旁边？其实不好意思，你怎么都知道、啊？我是一个专业的。
的整形外科医师，这是我的症状。你怎么都知道？他怎么他从摩的开始都讲的巨细靡遗？你才是业配的。他快要变。我觉得、他有打算，不要这样说。那你现在收束之后，你的 IG、FB 的粉丝变多吗？我是女生的朋友变多了啊？为什么不是男生？其实是女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隆之前，我的穿着风格就是像这样子，所以女生都不太喜欢我。嗯，就是我的型是女生不会喜欢的。是，就但是因为我是很大方承认说我有隆胸的，嗯，反而很多想要做可是他们没有门路的女生，他们就会来问我，那我就很高兴跟他们分享。就他们也会觉得说哇，所以怎么做会不会痛？然后或者是说他们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失恋什么的，就大家就变好朋友。你算是隆胸的先驱啦，他们就是来问你，他们是虎弟的。隆胸虎弟也要接，对。哎，那是不是这个啊？请教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像现在身材变这样，那你的桃花运是不是变好很多？我的桃花运一直都蛮好的，但是现在是好到可能。一天有觉得烦哦，一天走在路上可能十几个搭讪，你一天几个？会不会跟踪？大概一个两个。那是要跟你？有时候还没有。那是要跟你订勾机的吧？没有，那个去健身房都会有，但是健身房的女生来跟我合照这样。你是科P吗？讲话一定要这样。因为我觉得头发有点乱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他没事哦。我前天在东区走路还被跟踪啊。被谁跟踪？就路人啊，一直跟着我，然后我就发现怎么有人走那么慢。然后我就停下来了，然后我就回头看他，他也看我，我想说让你先走，他也不走，舍不得。然后我就去 Seven， 他就来 Seven， 然后我就等他，那我就直接拍照拍他，然后他就很高兴，哎，还蛮高兴的，啊，变态是个变态，哦，那遇到变态的感觉是很生气，还是会很生气哦，他是觉得要小心安全，因为如果今天在暗巷什么的，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真的，就是练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好不好？练一下那个，练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现在变上看到他就，我是鸡鸡，快逃我的。鸡鸡好。好了，有什么话对你前男友讲？你还是希望你照顾好自己，然后因为我过得很好。这样，哎，这句话我觉得厉害哦，很好哎。还是希望你照顾好你自己，就是还不是那么无情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要想得到我，因为我会念旧，就是。个性星座什么都会。那如果他现在很诚意来找你，还会给他机会？我不吃回头草。是帅，我们只是不吃窝边草，你是不吃回头草，厉害厉害。哦，好，那请坐。谢谢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话要跟你的前男友讲？以前被你当奴隶，现在我要大解放。哇、哦，对他对。不是，他最后去说什么、啊？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冰汉。冰汉啊，冰汉，冰汉、哎，你叫冰汉？冰汉，冰汉，哇塞，姓罗吧？对，没错，真的姓罗。哇，你是罗冰汉，我以为你是那个驾马车那位冰汉。冰汉，冰汉你好。女冰汉。冰汉是三围是？30D、24、34。什么星座？金牛座。金牛座，哎呦，好女生。当年的男友让你觉得怎么样？受不了。他管很严，然后只要出去是很痒，是不是？有点害羞。他是无时无刻都要我报备，对，然后也不能有任何异性朋友。占有欲太强了吧？就是我的社群平台的好友都会被他删掉，男生。那电话簿也会删，对不对？也会，他整个手机都看光光，不准有电话簿，不准有电话，不准有，里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，就他的。我爸爸可以，其他男生不行。哇，这个在一起会很不舒服。对，就是交往过正，太严格了，这个会让人家感受到生活会很多的压力。对啊，你看，不要说男生，女生有时候对男生这样，男生也受不了。对啊，这个已经就是控制狂，对，控制狂，你已经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了，就全世界只能有剩下他这样子。对、啊，就是没有人权，没有人权。你走在路上，我很卑微，你走在路上可以看其他男生吗？当然不能。他连坐公车一定要司机是女生才能上，他就会生气。哇，那他要等很久车。他是逼你戴眼罩拿拐杖这样说，你这样就不能看其他男生。可能就只能看他这样吧。啊，好可怕。那还灌输给你错误的服装观念，为什么？
对，像今天这样吗？如果像我这样穿，我绝对是没有办法出门，可能会腿会被打断吧。啊，我会打你。那他以前容忍的服装是什么？我都穿 T 恤，高领毛衣。他以前就是一到穿丰田这样，照片这样啊，就是穿 T 恤、啊，包紧紧长裤，对，然后尽量打扮的越像男孩子越好，很中性，对，就是女生的衣服基本上是不太能穿出门这样子。哦，请问你的恰梨是离开他之前还是之后？之后。就一狂刺，之前狂刺，之前也不能下来话吗？还是我之前有，但是没那么多，因为他会，刺青师几乎都是男生嘛，以前比较多男生，然后我认识的刺青师也是男生，然后当然是不准。哎呦，就如果要刺，你要隔空怎么样？这边弄一个袖子，也太难了吧？长针啊！所以这些造型啊，还有刺青都是分手之后的，分手之后才可以真正的做自己。那你会不会因为分手之后，然后疯狂乱穿，出门西子裤这样？就是我一直大解放，就是有穿那种有点像透视装，然后里面只穿内衣那一种。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格的反向，就是他被压抑久了，嗯，哦对，然后就大解放。本来没有这样子，你本来原本个性可能不这样，但你被压抑久了，突然就嘣就爆开了，真的跟丰田一样。他以前在团体里面也是，对啊，压抑久，对啊，他的色就是一直当偶像，当偶像当久了，他那个灵魂现在炸开了。当时老板跟我说，你要站，就是帅帅的站着就好。那你现在帅帅站的一个，帅帅站的。哎，好像不行。丑丑的站着，色色的站着。你经纪人一直在摇头。不要生气哦。请问你现在有男朋友？现在没有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看感觉，主要是孝顺跟有爱心。但是不能再控制你了。对，我现在不想要受任何人的拘束，就是不要管我，在一起之前会讲。穿着是，其实平常也不太会穿这么露出门。哦，可是会想要发一些比较 sexy 的照片给网络上的大家看。sexy 的一些东西啊，sexy 照片，没有，歇息睡着的照片，sexy 的照片，啊，你前男友有暴力倾向？这不行，哇塞，你这不是管，通常有这种先管，后面几乎都会出现这种，对，而且这个都不会好的。越来越糟，就是他就是打了又打，下一个可能又打，这样子每一个都打。最严重打到怎样？他就是会掐我脖子，然后就是我脖子会痛好几天，然后就是揍，然后身上会有淤青，这样很危险，可能会死掉。要收证，然后告他，会被打死，然后再削他一笔，削他一笔。对，以前很胆小，没有这么想。那你现在学泰拳？对，保护自己。所以你这个刺青是为了泰拳？不是。你学多久？我学几个月而已，算很基本的泰拳。来，我一直说错，你刚刚出去，你刚刚你刚刚摇头了，发出老了，随时要 cue 你，我告诉你，吉吉你给我小心一点，吉吉没问题，就这样到我后来冲进了。那你要什么话对前男友？看你还能扎多久。啊有，这个有，好，很棒，凶，但是这个爱自己的，爱自己最重要。对，谁在手工饼干？你今天啊，不是在卖饼干哦？哎呦，对我自己做的。Are you 卖饼干 ？You are。对，手工饼干，自己做的，英文有好厉害哦！为了我们节目，好厉害哦！还有做这个哎，饼干。哦，大哥是对的，这可以吃。昨天熬夜做的哦，好精致哦。哎，都是一些造型的饼干哎，你们来，这个被送我，可以啊，皮卡丘，我可以拿这个吗？这个忍者龟的头，哎，他有可以啊，宝可梦，我爸在玩宝可梦，真的，我儿子在玩宝可梦。哎，他这有香菇，他儿子穿忍者龟，真的，这边有菇头，真的，这个啊，菇头有龟，忍者龟，有香菇跟香菇头，睡了，你要不要跟我换？不要，做得很好，这康哥也超爱的，老鼠皮卡丘啦，这是你的兴趣吗？皮卡丘给你，算兴趣，就画我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这样要学多久？他很有经验，其实我只上过一堂课，我就自己开始在家里做了。他做的都好可爱哦，这超像真的哎，对，你看做的好仔细哦，好精致，好厉害，很会，他美术感很好。Nirvana， 这个是南方四剑客里面的那个，对，他是阿皮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Facebook 吗？是一个 Facebook 的。哦，可以吃哦。这个是吃脍炙人口的节目吗？对。真的，这可以卖。回答你们俩是王八蛋。没有回答，刚刚没听到。你干嘛把人家吃问号？
可以吧？就这个饼干要吃啊，木头可以吃。这是巧克力口味，可可口味的。哎，上面那是翻糖吗？糖霜，糖霜，好吃！我没有夸张，是真的很好吃哎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带来这么多，真的太棒太棒哦！谢谢，这个可以收藏哎。对啊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可以卖。嗯，这个真的可以卖的东西。不要怪我 ，OK， 我都是拿给我小孩 ，OK 的 ，OK 的，叫我小孩拿出去卖。这样，你先去做一件事情，看看剪刀石头布怎么样？输的站在那个门口，好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这么突然的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你们三个，剪刀，你没有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这样。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话跟你前男友讲？以前说我不如酒店妹，现在我比王美还要美。哇！现在我比王美还要美。哇！打破他的音响。等一下，这是你？是我。是。你改变很多哎，完全变另外一个人。真的啊。就有学化妆啊，然后健身。你当时的脚也太健壮了吧？哦。现在还是很健康啊。可是整个人哇，你太辣了吧？感觉太辣了。怎么会？就有去健身啊，就是。因为以前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最胖有到65公斤。那你也没有在客气的哦，就太会吃了。哎，以他身高65，算胖。你几公分啊？非常非常。我155。155，65。对。哇，那不行。那真的，这个有点重哦。嗯，对，大致。然后你前男友说你不如酒店小姐，他常去酒店。对，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还不知道，然后后来。他有一些兄弟，然后他们很爱去，那他们去就会找他去嘛，然后他们兄弟的女朋友就看不下去，然后跑来跟我说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男朋友都去酒店，你知道吗？”然后因为我会晚上就傻傻在家里等他。那你有为他做了什么？你减了多少公斤？我现在45，20公斤，那胸部有不见吗？没有，还好没有。所以边运动靠运动。对，就靠运动，就是这样就可以。但一开始有比较积极，就是节食，就是有可能7-8天不吃这样子。哇，7-8天，断食。发现他去酒店，那你们最后分手吗？最后对，分手，就是一直受不了，因为他会用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言语骂我。例如哦，去拿小包包，除了脏话之外呢？除了脏话之外，没有别的，除了脏话。就是说他会讲一些，比如说讲什么行话，就刚那个也是啊，哎呀，你那个不如酒店妹，人家觉得你那不是三虾没有水果盘，家里怎么没有干冰呢？回来一次没有干冰呗，对不对？门口挂毛巾要知道意思啊。对啊，我这个有点偏专业。直接讲一个去拿小包包，而且回来又有习惯没？一回家哎。回来了，我去摸你。太怪，换衣服了，换衣服了。我去摸你。那你现在变这么辣，这么漂亮，他后悔了吧？他就是有回来找我，而且不是只有他，就是他身边那群兄弟全部都来找你，全部。对对，就是他们都会哎呦密我啊，就是问我半夜的时候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没睡觉啊，在干什么这样子？其实人家只是单纯问你没有睡觉而已。他们会想要约我出来，就是哎，还没睡觉，对你还没睡觉，要不要去唱歌？哎呦，你要不要出去喝酒？哦，还没睡觉，那拿小包包了？为什么要拿小包包啦？还没改掉，那你变瘦之后，你的生活有改变吗？什么？我觉得跟之前差蛮多的耶，就是差很多。我现在看到吓到。就是差很多，就是走在路上搭讪的人会变多嘛，然后出去如果我有需要帮忙，就会很多人第一个时间就注意到。哦，例如什么样的帮忙？就是帮我绑带子，强的嘞，对，强着把他拉开。对啊，哦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笑起来很好看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笑起来最不好看的就是张立东。哎，怎么会？我会觉得你笑起来很帅。我还没笑。你不要拆穿人家啦！长得太好笑，我还没笑。是哦，你喜欢笑起来很好看的。对，就是有一种男生，他就是
他笑起来，你就会觉得哇，黑白都变成彩虹了。笑男笑，丰田就这样，丰田笑一个。哎，对他笑，对他笑，你看那边笑干什么呀？笑灿烂，最灿烂的。嗨。可以吗？会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大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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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一下。我觉得他笑起来很可爱呀、啊。哦，有喜感，有喜感。对，有一种喜感。耀晨，耀晨。我以为直接可以。还没，耀晨也笑。对了。我觉得他笑起来很亲切。谢谢，谢谢。最后张立忠笑一个。我想最会笑，笑最好看。就是。好变态的感觉。我觉得有点。好像变态哦，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还是你这是你的本性，你叫我笑的，你是被我传染的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物以类聚，真的真的。哦，寂寞者猪不，寂寞者猪，寂寞者黑，近朱者赤。寂寞者猪，我最近讲成语喜欢乱讲，真的用拼的，用拼的，人不能放假放太久。那你今天这一套是你觉得 OK 的？所以你这套是什么时候买的、啊？你里面还有刺青哦。哦，我里面有在这一片。是什么呢？这一片上面是什么？哇，哇塞，宝石啊！哎，它是一个吊灯哎。水晶吊灯，谁会吃一个水晶吊灯？吊灯，那这里要不要再吃餐桌？七彩油灯哦，哦，你这样吃多久？我看你侧面都有哎，对，后面也有。侧面是谁？为什么侧面雾雾的？是你要换掉？这边要换新的。对对对，啊，这边呢？这边是蝴蝶结。哪里？它有一对蝴蝶结，你转过来。哪里呢？背面。哇！假的。你这裤子去哪里买的啊？这个裤子是网络上买的。这个不是裤子吧？已经。对啊，坏掉了。日本人都没办法接受。这个有点感觉是一个半成品，没有做好的。OK。我走在路上破掉了。那想跟前男友讲什么？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没有珍惜我。那你现在想回来找我，死渣男。哇哇，真的帅。可是这在这边哦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很棒。不过在这边要奉劝各位女生哦，就算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很深爱对方是 OK 的，但是不要忘记最重要，你要爱自己。因为当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时候，人家就不会爱你了。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不管你是谈恋爱也好，或者是你是结了婚也好，都要爱自己，因为你爱自己，人家才会尊重你。你才会散发出那种魅力，让人家想爱你的感受。对对对。哦，那很多人就说啊，反正谈恋爱就不打扮了，或者谈了恋爱就以对方为主，然后自己都好像不重要，暗淡无光。对的，那真的不对的。好，要一定要爱自己，真的爱自己。丰田，来，自己就是为你做的嘛，你去坐在他们中间。对对。哇，然后做一个 ending， 你看这样多好。好，你坐下来之后，这边马上。失恋阵线联盟，我走出来了，谢谢大家。